歌手显迪奇，曾是台湾偶像女团 AKB48 TP 的一员，在6月宣布从团体毕业后，他就加入了啦啦队担任练习生。但是他先前在 AKB 期间使用 IG 账号有蓝勾勾认证，若要更改账号的名字，就要经过官方的审核。目前官方还未通过审核，他无法更改账号名字，因此显迪奇近日发出全黑图，无奈的表示在改名成功前将会暂时停更这个账号。随后他也透露已经开通了一个新的备用账号，所以暂时会在备用号更新日常以及和粉丝们互动。实际上在加入啦啦队后，显迪奇就已经开始使用备用账号来分享活动照片，日前也透过备用账号更新现实动态，表示之前发出的全黑图似乎吓到了许多人，下次会选一些比较可爱的颜色来发布，逗趣反省的模样让大家不禁被他逗笑。you